今天多加了一个小小的环节，有一个五号男嘉宾。他上场之前，我们先要来看一个短片，来，一起来看。一个人睡觉，一个人发呆，一个人活着，一个人喝粥吃咸菜都没有味道，一个人唱歌都是唱给不过我一个人暗淡的世界，因为你的出现从此被点亮，因为你的善良，你的好脾气，而让我重新焕发生机。我不再一个人傻傻的给镜子刷牙，我要每天把你叫醒，我们两个一起刷牙。我不再一个人傻傻的唱歌给他听，我要唱给你听。是你让我知道了没有你在的每一秒思念是什么味道，即使我们工作的距离只有863米，我慢慢喜欢上了你所有喜欢的东西，我也愿意为了你喜欢的东西而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我会亲手为你做喜欢吃的蛋糕，聊聊怎么样？这是我亲手给你做的蛋糕。我会陪你去拼每一张你喜欢的拼图，我会陪你去做你喜欢所有做的事情，直到我们头发都白了，牙都掉了。我会变得更加强大，给你温暖的怀抱，最大的安全感，有我在的每一天都会让你快乐。快乐这30年都是自己走过来的，觉得有些孤单，希望接下来的日子里咱们两个能一起走下去。凉凉，我爱你，咱们领证吧。有请女神凉凉。花是他们的浪漫，这是我的浪漫，愿你们幸福。好漂亮，好有眼光啊！谢谢。恭喜恭喜！哎呦，好优秀的姑娘啊！凉凉，你知道吗？一个最优秀的小伙子，他叫什么名字？告诉我们。傅宇。傅宇是你什么人呢？我现在的男朋友，以后的老公。给大家介绍一下，全真热恋这个舞台一直在为我们所有的未婚的姑娘小伙们在搭建这样一个幸福的一个平台，但是呢我们很少在为我们栏目组自己的工作人员去做一点什么。今天呢，我觉得这对我们所有的人来说是一个特殊的一件事情，在我们的心里也非常非常的重要。是的是的，感谢感谢所有的朋友，所有的嘉宾跟我们一起见证这最甜蜜的时刻。我觉得接下来给大家隆重介绍一下吧，为全程热恋兢兢业业工作了5年的
我们团队的首席摄像师，我们的最佳男主角傅云。关键的时刻得有啊，有。其实为了这一天，我等待了很久，也期待了很久，直到你的出现让我鼓起了勇气，在全程热恋的舞台上向你求婚。我真的挺激动的，因为一直都是在幕后，今天头一次站到台前。很激动。从全程热恋开播到现在5年多的时间里，拍过不少的男女嘉宾，让他们在这个舞台上幸福的牵手成功。今天轮到我有这样的幸福时刻，我真的很幸福。我此时此刻真的很激动，我的手和脚都是在抖着的。在没认识你的之前，我不确定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想要找什么样的女朋友，但是遇到了你之后，我深信你就是我的唯一，你能够陪伴着我在未来路走下去。一直期待今天，我期待了很久。我每次在那儿把机位的时候，看到很幸福的一对对恋人从这儿牵手成功，我内心也是充满着期待的。今天能够在全程热恋的舞台上能够向你表白，我觉得我很幸福。亮亮，我爱你。此时此刻，我想送你个礼物。从来没有向别人跪过，只向我跪过。我不希望以后你是跪着跟我在一起，我是希望我们永远能站在一起去看外面的世界。我愿意。